好的，我们继续来玩三国志十一啊，这个是依然是张鲁的这个党啊。目前来说的话，我们好像快要变成南北朝了，跟这个，跟这个我们的，我突然想一下是谁啊？跟我们的牛辅，对，董卓的余党牛辅，跟董卓的余党牛辅可以说是跨长江而治啊。当然汉中在长江以北，这就比较那个一点，有点小尴尬、啊、我想一下、啊、长江应该是类似于到这里啊，长江以北，还是这是汉水，这才是长江啊，没有问题。那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目前的状况。目前来说的话，我们上一期刚刚打下了庐江，又打下了建业，然后这个陈规，因为陈规来打我们，所以说我们就反击，一个反击就打下了他的这个打下了他的建业城啊。好，没有问题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继续在永安的前线修阵，闲着没事了，都已经，这完全是因为闲着没事才会做这种奇怪的事情的。好，没有问题，反正我们就是先慢慢修阵。等一下、哦，这里可以修个阵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里张鲁继续修，然后文聘也继续修，反正在这里就是搞一些奇奇怪怪的建设，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奇特啊。好，没有问题。然后越就回汉中，芜湖港的哇，两万多人，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很多人都要先回来。欸，我想想看啊，要不要干脆直接从芜湖港出来算了，其实可以的齁。这里还有镇，居然我这里应该还有木兽吧，有没有人兵器 A 的？哎呦，欸，周瑜本人就是兵器 A。 我思考一下啊，庞德的武力很高，这个一加一如果大，一加一如果小于的话，那就很可悲了。我们给周瑜一个大官好了，周瑜大官，周瑜现在是我们最厉害的，给他一个大官，平南将军。甘宁要不要给他那个？要不要给他升官还是降官？思考一下。王口港，等一下、哦我记得我们已经有能力了。这个党其实我们已经发挥到了一个极致的地步了。周瑜给他那个好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里治安哦，上庸的治安有点危险，小危险啊，好像各地的治安都怪怪的，都有点小危险。还有哪里是需要维持治安的？这里也维持一下，然后柴桑呢？柴桑也维持一下。哇塞，完蛋了！我的治安维持就差不多快没了。这里还有一个断野场，我们先吸收合并。吸收合并这种事情不急啊。我想想看哦，这边黄盖的忠诚很高，黄盖我应该有让他结过义啊。好，没有问题。那思考一下，那我们周瑜还是直接出兵好了。我们出兵对阵即将进行攻击，然后接下来，弩兵 S 啊，庞德，那我庞德就率弩兵，然后走后面。那当然，黄盖也要继续往前。然后，哎呦，不错不错，直接就回满了。好，没有问题，这非常好。我们看看能不能招到人。严白虎啊，这种人很废啊，我们没工夫招揽人才。我思考一下，我们直接派比较多的人啊去那个。派比较多人，
这里居然还有军马，我也是醉了。这里大概给个4000就够了。让谁去呢？让最没用的人去。吴国泰，吴国泰虽然说，不是完全没用，但还是有点可惜啊。我们给他多一点好了，2000。补给给我们成功，我们成功他已经有500了，那就再给他1000，然后这里再派一个人出去，派谁呢？韩当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韩当应该也有结过义了，没有吗？我看一下，韩当，我真的也没有哎，结义一下，我担心他背叛我，我担心他背叛我，那所以就结义吧。程普跟韩当这两个，程普现在跑不了，不用担心。韩当跟谁结义嘞？跟这个比较厉害的人结义。蔡瑁，我思考一下，还是跟孙权结义，这也是比较搞笑。本来应该要是本来应该是叫伯伯的，结果没有想到居然结义了，这也是比较搞笑。我们还是跟宋谦好了，宋谦离我们比较近。好，没有问题，反正就是韩当、魏延、宋谦结义。结义是不耗这个，不耗行动力，但是耗技巧批的，这有点可惜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小问题。韩当加一个有智商的人好了，袁术。只有他有智商了，不需要太多，我们就100天的粮食就可以了。好，就这样。欸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原因留着，我们不要停，不要停下来啊！这里无城无郡，哦，似乎有人在襄阳散播谣言，那就看一看。襄阳，我们这边的人的忠诚度都很高啊，那不用担心，我们就巡查好了。然后接下来这边我记得是有指导的，还是他不见了？他不是不见了，他应该是跑到其他地方去了。我的指导在哪里？好，然后接下来宋谦也可以出征。宋谦刚刚。哇，糟糕！还是我干脆那个好了，让这两个人兵粮变零没关系啊，先让他们回到到达建业，然后接下来，我想想看啊，李通，让谁出发好呢？思考一下下。没关系，甘宁先出发，然后甘宁看看他是怎么样，他是什么什么什么比较厉害，还是弩比较厉害啊？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他好像是那个攻城比较厉害，那没有问题。这里是弩兵，我们周瑜的话，我们补弩兵。我们这里就不要浪费生命，不要浪费生命在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上面。还是我看一下，如果这样子搞个火球，让韩当不行，黄盖可以，啪直接放过去。好，500多，还可以。然后这边再来一个神火计。周瑜继续往前，哪尼？他居然给我啊！他为什么要改这个道啊？他连这个都不会吗？我又被 AI 给坑了。那他们两个蛇鼠一窝啊！我想，没关系，这里再修补一下，然后我这里也可以
想想看啊，一二三四应该差不多可以啦。我这里修个阵，然后雷伯也修个阵，原印停着，路边停车不用管它，没有问题。那然后接下来陈道。这里果然还是有的，我们弄一点歌，然后在江陵也弄一点歌。哦，钱不够了吗？没人了，没人了。我记得他为什么不能够生产兵装？难道是兵装满了？啊，没关系，满了就满了吧。这边庐江呢，差不多可以。哎，等一下。现在11号，我们稍微征个兵。哇，自己居然没钱了，我也是醉了。没关系，让一个厉害的人来当当运输队吧。欸，搬运，这个人最厉害了，让他来当运输队好了。好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建业再派人去打。还是巡查一下，巡查一下好了。我没工夫俘虏这些人，俘虏其他人。我们没工夫俘虏他们。襄阳柴桑，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应该是。他们已经有那个过了，所以就不行。柴桑这边应该，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。新设一个柴桑长沙军团，军团方针就是委任他们往庐江送物资。好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接下来看一下，张鲁仍然在。进那个江陵一带，然后我们建业可以招一些人过来，招一些这个柴桑的、长沙的、刘琦也过来，苏菲看状况吧。让这些人都过来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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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，不错。哎呦，来了，曹豹、履带、糜芳、江夏薄弱，我当然知道啊。但是曹操的夏培很强啊，我们就算拿了江夏，也没有办法马上去打这个曹操的另外一个城啊。所以我们要等到，我们甚至是可以让董卓把这个江夏拿下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啊，真的是有够鸟的。这个他真的是坑我，坑太坑了。好，算了，没关系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去偷袭吧。我们就去偷袭。然后，所以总该有兵器也死的吧。这里我们要小心了，我觉得真的要小心了，真的要小心。这里还有264，我们差不多射一下，121，我们再打一下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没有问题。然后让我们的谁来做灭火嘞？执行灭火动作。然后接下来成功。哇，成功居然只能够在，他应该是可以在大陆上面射吧？好，没有问题。然后这里是弩兵，我们修个太古台，还有8700，其他应该是够的啊。让魏延去，魏延加一个会打的，还好我没有让孙权跟别人结义啊。
没有问题。然后这边让他到碗口港。金南四郡我都分出去了，这样感觉还不错。我们的这个形状也有点太可爱了。我觉得我们的师军可以先回去了，师军没什么钱了。然后这边雷伯还有点钱，我们继续修个镇。哇哩哩啊，对，还没修好，继续等着。汉中这边 还没有必要。上庸呢，上庸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给出去了。然后运送物资到我们的襄阳，不用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六个郡，六个郡应该算是最好的。对，刚刚我们肯定是已经那个过了。这里我们把10,000人送过去，送到我们的。就10,000白丁就可以了，送到我们建业。哎，我吓我一大跳，还好寿春是那个董卓的，如果是曹操的就毁了。哇，看起来我们孔融很勇啊，孔融很勇啊，孔融感觉要拿下寿春那种感觉。然后这个袁绍也是挺勇的，袁绍也想要去拿下这些城市。也是比较刺激啊！我们看看能不能研究一些小小东西。这个、哦、可以，哎，我们增加一下兵器的移动速度。然后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嘞？选择障碍中，我觉得差不多可以开始那个。差不多可以开始小建设一下了。李通不要，李通不要。这个军屯农真的是太碍眼了，设在边边角角好了。然后这边庐江应该没有什么其他事情，就直接来一个。我都忘记我有搞一个那个了。人才府，哎呦，他来了，他来打我们的太古台了。徐盛也来了，哎呀，不赖啊，感觉。还要40天，算了，没关系。我们甘将军就往这里走，还是思考一下。这里我们给成功一些粮食啊，粮食。然后我思考一下，哎，这边也没有必要。曹豹加个糜竺就很厉害了，说真的。这边真的是让人很犹豫不决啊！我们这里灭个火，然后我们的成功就要往前走。武力64而已，这实在是很让人犹豫不决啊！1、2、3，你勉强可以吧？等一下。
们这里螺旋突刺一下，然后这里再来一个那个。居然漏气了，我也是醉了。好，我们袁大头还是留着，留着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包赏。没问题，包赏。一二三四，不用担心。那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文聘也可以回去了。哦，这里路上全都是我们的阵，这真的是有够搞笑的。文聘回去，然后等一下大家集合起来之后，再一起去打，再一起去打。然后柴桑这边没有，怎么都没办法嘞？巡查一下，我们这边已经满了，那就继续探索吧。没事可做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怎么做都是对，因为我们优势太大了，怎么做都是对的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。冰舍可以盖一个，盖在这儿好了。然后接下来，泄金不行，没关系。还可以啊。这里还是招到了一点。强化车轴，哎呀，还可以。这里真的是会换士，哎呀，成功被打退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哇，这里肯定是，他肯定是扎超了。他肯定是扎超了，因为为什么说他肯定扎超？因为糜芳他先用枪兵把成功打掉，然后这个人再用徐盛再用戟兵去打这个韩当，所以明显扎超啊，明显是扎超，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然后我思考一下、哦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弩箭。先来打一下，然后嘛，自己的枪兵再戳一下，哎，还不错，直接晕了，这样很好。徐盛有个戟兵，那我们这个位置是安全的。气力减八没关系，我们稍微。这还在建设中，还没建好，居然，我也是醉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射一下，我们射谁呢？射精兵，射最厉害的那种。碗口港这里。很好，巡查，然后接下来合并，这里总可以盖兵舍了吧？哎，等一下，兵舍已经有了。这里，哎，兵舍已经有了，那我们吸收合并。再盖个兵舍。兵舍副兵舍，兵舍何其多。然后接下来，该回来的都回来。
差不多可以了，退回去。然后建业，建业没什么事可以做，襄阳。江陵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了，就算我们要那个也不行了。长尾已经学到名声了，那不错啊。我们挑一个戟兵比较弱的来让他学戟兵，鱼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谁的政治可以弄高一点。潘俊吧，虽然我对潘俊其实没有什么好感，但是他活得久啊，活得久就是胜利，潘俊大胜利是吧？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在这里修一个镇，标准的已经基建狂魔，基建狂魔。哟，快把火给灭了！哎，还是可以的啊，这个成功还是挺厉害的一个家伙。那我们其实可以用了。草豹加米竹，这个让人有一点犹豫啊。来，孙权来单挑。好，挡住第一集基本上就赢了。哎呦，好像有点危险呢。哦，还好还好，吓我一大跳。我还以为他要出什么，他要出那个二级进攻，二级的大招，那个就恐怖了。不用担心啊，魏延魏将军。还可以啊，直接这孙权很厉害，说真的差不多可以让魏延上，孙权已经帮我们集够多的气了。哎呀，真的是！哎呀，可以吗？这个还是我们重视一级看看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、啊。哎呀，糟糕！这局可能要输啊！曹豹这个。79打我89，不知道会怎么样，试试看。我们打一个坚守，因为他等一下有可能要出那个，哎，哎呦，糜竺啊，那还不错。我刚还以为哦，糜竺。糜竺这样的话，可能要糟啊，对不对？这局不分胜负，这局居然是不分胜负啊！时间到了，有点可惜，不得不说。这里的话，其实我这边的士气是61。
没问题的。还是可以啊，这个。这里是76。76。我76。他不知道是多少。还是可以的。不错，暴击。哎，这个暴击好啊，好就好在直接就那个了。这个我觉得甘宁暂时没什么用了，周瑜也回去吧，暂时不要浪费粮食。可惜啊，他们两只暂时没用。再派一支舰队好了。欸，等一下，说到这个，我们的那个科技用到哪里了？我们的哦，我们已经，我们只有环射而已啊，怎么听起来还是挺废的？不太行啊，没关系，这里我们多用一下，火烧眉毛，在前线稍微加一点兵吧。朱志倒是还蛮可以的，然后襄阳这边呢，我这边应该有军屯农啊，所以不用担心这种问题。那这里就14000人。让一个能干的人去，哎，裴元绍比较能干，裴元绍比较能干，那我们把他送到我们的柴桑，直接送到建业肯定会耗损太多啊。然后嘞，襄阳继续。这也太废了吧。我终于拿到钱了，但依然是挺废的。建业这边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啊，我们就探索一下人才。都探索不到，没关系。我们刚这两波实在出来了有点草率，没有错。在这里黏住了，这里的奇功哇，成功只剩下这么一点人了。黄盖还是比较厉害的，我这边魏延的骑兵可以让他出来了。羽带的智力比较低啊，我们试试看能不能。用一招扰乱，居然不行。那看起来这个家伙还是挺厉害的。我们在这里好了，给他多一点的兵。吴国泰也是 MVP 啊。然后接下来来一个横扫，我这边已经没什么人了，那就来一个单挑啊，不要浪费火力好了。还是单挑一下好了，我们已经放不出任何战法了。袁术不愿意，那是当然的。哇，你干得太过火了，怎么听起来那么搞笑啊？这里出水军，实在是让人忍俊不禁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派谁出征呢？就是重新那个叫什么？重新那个一下，
宋谦比较笨啊，我们派一个辅佐他的。宋谦其实也不是笨的问题、啊，他就是没脑袋的问题。好，对不起，好像已经变成那个了，好像变成那个越描越黑啊。贺齐就比较有脑袋，贺齐上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派纪灵，纪灵是什么事性的？戟或枪？纪灵比较笨，我们需要一个蔡瑁陪他。这几对都是义兄弟啊，所以没有什么问题。哇塞，这里应该没什么问题啊。江陵这边，我们趁这个时候做一点其他的事情。继续种田好了，这个就是真种田，没事可做了才会考虑种田。这也种田好了，然后接下来庐江呢？庐江有事可做，这里应该就可以了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我们这里来一个环射。还是可以的啊，这里。这里看起来我们的这个徐盛他刚刚是拉了我们一把，但是没有用的，木搭木搭木搭，没用没用没用。这里我思考一下、哦，补洗一下黄盖，然后让他来射履带。我们这个。依然是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啊，我们继续单挑。等一下，我确认一下履带这家伙武力如何，76，那让韩当来单挑，他肯定会拒绝我们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一个成功，把他抓起来，这简直就是一气呵成是吧？一气呵成。然后我思考一下哈。这里我们其实可以让庞德来单挑，单挑一直爽、啊、那叫什么？单挑一直爽，一直单挑一直爽，是吧？这个连击还蛮有用的，直接一招连击就把那个送走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王忠让他回到那个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让周瑜上，周瑜单兵作战就可以了。这次就不需要什么事情了、啊，我们再看看怎么办啊？个兵射二连发，然后训练。这里差不多也可以盖个军屯农了，对，盖个军屯农没有问题。我们这里有两个那个，某方面来说也是刺激啊，也是挺刺激的。汉中这边的话，看一下这边，他还有5007，那还早得很。我汉中基本上已经开发到没办法再继续开发了，然后柴桑这边也可以。哎，等一下，说到这个，我们继续培育一下，我们继续培育一下有枪兵 C 的吗？向朗应该可以啊，让他那个一下。这边都是水军 C。他的那个可以说是毫无意义啊，
毫无意义。哇塞，没有问题。我这边其实都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可说的啊。我们就是直接，好，不错不错。曹豹虽然是有点能力，但是也就那么一点。他有点能力，但也就那么一点。还可以，元素很争气啊。哎呦哎呦，糟糕！曹豹大人退下。哦，韩当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觉得还是重视防御好了。弥族其实武力不怎么强，所以说这里不用太担心。他这里开始坚守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他血量已经跟我们有本质差别了。好像没有本质差别了，尴尬。喂。喂，哦，还好，好险啊！刚刚一个分心，差点单挑就要输了。好，拿下。这样他就只剩下弥族了。哎呀，刚刚有人叫我过去，所以说有人叫我去吃饭，所以说等一下我可能打下吴俊就要先走了。很好，顺便把弥族也拿下来，非常不错。已经没有挤了，哇哩哩啊！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打。这里的话，其实我们吴国太稍微灭个火，让这个成功去打就可以了。把比较厉害的打一打，好，周瑜前进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比较多的人前进，然后挤全部带去，全部带去，弓带一点，带2000就可以了，枪更少一点，1000就可以了，鱼射。这里应该没什么问题啊，这里我们差不多该回去了，然后原印继续留着，我们其实差不多可以开始进攻永安了，差不多可以了。哇，孙策居然在这儿，看看能不能哦，如果可以用流言把他打下来的话也不错。这里我就是继续把
那个行动力用一用。等一下就要那个了。哇，连王中都可以挖出钱来，可见这里有多富庶。庐江是真的挺富庶的。然后这里再继续。江陵也可以稍微挖一挖人，挖一挖人，挖一挖钱，主要是挖钱。连我们自己都知道挖钱是主要的。哇，这两个也太糟糕了。好，这四十点不要浪费哈。1999年的夏天到了，哎呦，他们打算干什么？他们居然放弃了，居然放弃了这个什么？他们该不会打算要打这个吧？太奇怪了，这个。思考一下，这个状况让人有一点尴尬。我们造个火焰球，应该可以。这个，哎，这是弩兵，弩兵排后面。魏延，来一个策略。魏延毕竟是搞几兵的嘛，然后接下来，哇，这里也是比较尴尬呀、啊。好，不错，这里个暴击还不错。然后好，可以，那就这样。然后周瑜前进，前进到这里好了，我觉得有点不放心啊。然后吴国太前进到这里，补一下我们的魏啊，补魏延不行，那补弩兵好了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我们再把这个拿出来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襄阳这边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，我们就巡查巡查，到处巡查。汉中呢，巡查，这边继续发战，没问题。刘表上升了，哎呀，没有问题。黄盖还有贺齐，他们两个只是为了要让黄盖打一下，让黄盖打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周瑜暂时没办法说往前进多少。这个地方就是稍微那个一下而已。给他800。君越台只能盖在这两个地方。那先盖在这里。继续修补，然后余社也过来看一下能够补谁啊，补给陈宫。这里迟早要给的，
所以就给吧。王磊，这个应该是动没办法的。枪兵 C 的，这个可以。哇，这里都找不到了，那也不要紧。我想想看啊，这里阳平关，哇。他已经积累这么多了，才让差不多可以给一些钱到那边去了。到庐江，然后建业这边呢，这两个还是很厉害啊。嗯，江陵。要打下吴郡也不容易啊，说真的。好，就先这样，然后接下来下回合。盖个君悦台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。庞德不错，干得好。然后接下来，这是不得已的啊。然后接建业这边的话，看一下能不能招降他。哦，不错，招降成功。那糜芳呢？糜芳能糜竺呢？然后接下来就继续，这个就随便了，赶快把这个吴郡打下来，没办法支付取额的俸禄，这有点尴尬。登庸等级失败，没关系，小问题。黄盖这一边的忠诚度哦，99还很多啊。我们让吴国泰进去吧，然后回建业，不用太担心啊。好，可以了。
都不行啊，居然。周瑜的火神真的很厉害啊，不得不说，哎呦，挡符研究完毕了，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地方根本就不用担心啊，敌方他自己会饿死。哎呀，糟糕，没关系，小问题啊。816好，一发入魂，周瑜，哪尼没有上，那没关系，那就二发入魂，还有七，这我也是醉了。好，拿下吴郡，吴郡这9000多士兵全部死光光。好，因为有突发状况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到此为止了。这两个人都抓起来，好，剩下会稽，我们的小乔居然在会稽，这也是比较搞笑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在海陵港？你难道打算要反攻寿春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先打到这里啊！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哇，我们这一局居然是一进到底，完全没有，我也是完全没有那个存档的。好了，先到这里。